这三位男士在几十年前已经接触过天主教，但直至最近才成为天主教徒。其实呢，就天主是时时都在找着我。在这么多年来呢，在个圣堂的经历，天主没有放弃过我的。当你是信了主的时候，你也都感染到他的爱。今个星期日下午4:35，生命恩泉请他们分享他们在兜兜转转几十年之后，回到天主的羊盏的平安和喜乐。